然后是从非常长大的小孩，所以等一下那个部长就参观一下，里面全部的员工都20岁以下。不是，等一下，谢谢。哎，你看手，帮他留点。铁马站一个是那个御书房，一个是小空间，有三有有各有三个空间，很好的利用价值。这三个空间是谁的？哎，都发局有委外，委外这边的社区去经营，等下里长会过来。哦，对，张乡张里长要跟他走。这里是文物馆，对不对？原本整修好是做展览馆，对，做展览馆，然后就变他们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从高中在这边长大的时候，看这边好像一直都是空的，然后之后协会就有去就是接洽这一栋。我们在推广文化，真的是要了解商业性，对，真的要了解商业性。你是这边长大的？对啊。对啊，很好，那多一些这种地方，多一些年轻在地年轻，他们也是今年的已经开始，所以是没有。对，后来开始在地社区的人不太适应这种，都是年轻人的这个。可是这种点很容易吸引外来客。对，我们假日都是，我们假日对，我觉得假日人很多，对，假日觉得这种外来客进来，然后这个社区就会发展，有会停留，可以停留一下，对，你要开始要。欢迎大家常常来，啊，这个我们要多推广小吃，多糖这样的这个在地小商家，啊，好，谢谢，那我们，哎，要买不买？哎，我买。签名。都可以。现在这边好像是我的作品。谢谢。我介绍几个高雄不同地方的小商家。不是要是不是你讲的小当家？小商家。可是可以，你看，如果我听到是小当家。小商家。加起来还华丽哦！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大韩粉的，后面一个那么大的 H， 哇，什么线？大韩粉，穿的衣服是大韩粉的衣服。Hello， 哎，你家有小蜘蛛吗？你家有啊？我叫阿妈的名，你叫谁的？这边你看那个，一看就知道这家开车的，但他这个地方破伤了，大概是放这里，对，所以这是合法的，啊，一看就知道利益放这里。前都有经验的，他这个董妈妈过去处理。你好，这是美国樱桃 ，MQ， 它看起来像那个小苹果一样，漂亮。你好，当然。
不行就来嘛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行就来嘛，进来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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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蒜哈，当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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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地方这样子，这地方就是啊，还有一点别有乐趣啊，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，有一点点味道。这个葡萄，白葡萄，葡萄树。今天朱郎哥是现在是司机，他搬走，因为说他不是老的，所以叫他搬走。老的当初老就有可以眷舍的，他终于捡了，真的还蛮有意思。哎呀，白葡萄。可是它现在是无人的吗？没有人的吗？没有，对啊，无人。但是你要长出来才会开始吃。哦，它长出来很漂亮，特别漂亮。所以，现在那边。那边有人口。没有，没有口啊。看前面呀，阿娇是阿娇，阿娇，哎呀，阿娇嘞，哎呀，阿娇哦。